年末岁啊，人主要是饮水是紧张，同样一句是就在河沟里边是醒着淡水嘛，日晚上就得两桶水。我们现在啊，我跟你看多少年俩那个字能记着呢？我念拉通亮的，拉通的那就写字的字里的字。前年想搞这么个新型的这个产业是没有条件，因为河道里面那个水是咱们像这个。喷灌、滴灌这里面都不能用，咱们全部用自来水。现在有这个条件了。之前的话就是产业太单一了，像就是我们就是种药材、种玉米，这些的话就是收入比较低，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，就是我们不取水了，然后而且这个水的品质也是非常高的，就是特别就是适合就是做这种就是高端的这种花卉。